母鸡十种样，无干三百碗，歌戏一出，月琴一支，怎发？母鸡透波歌加水，拾月琴做香炉，用歌戏的万火，怎一百担？食法，照三顿食，到恢复记忆才煞。所以咱听到知讲，这做创意啦哈。啊，周定邦伊有哪弹乐器嘛，所以特别推荐讲，伊院内底有乐器啦哈。啊，接落来啊，有哪是南部场的这个南部场的这个诗人哈，这个杨坤宪，杨坤宪，啊，是中部场是的哈，中部场哈。杨坤宪的一首诗哈，杨坤宪呢是啊较少年，这个新生代啦，这迄个1969出世的哈，中华的溪湖人哈，啊，伊世上有做真侪这个母语的这个教材的收集啊编录，啊伊嘛有写啊，除了诗以外，我知伊有写其他文体歌词啦等等哈，啊得到真侪文学奖。啊，目前是伫中华师大啊，台文所伫进修啊。啊，伊所研究的主题是战后台语诗的创作、世代发展甲典籍的建构安尼哈。啊，咱即马啊，要请老先生来台金伊的阿嬷的古壁经。阿嬷的古壁经，诗人杨坤宪，稻香园的香环，也是新民厅传扬的香火，点点啊，沁香。日本时代会发起了，讲好了后，壁经的发条，有关是惊惊的心跳。飞机就飞走，未来 F 幺洞四加农炮向天过肩，同款烧开离乡遥过去的乡亲，失神无眠。无共国名的时代，无共口条的时代，同款消化不良一切生的北肠透明滚架。中气白顺，肝火登扬，口水至红目睭过耳，有耳无嘴的非常戏剧，大家拢是囡仔人，大人街头巷尾，哥哥在上看悬，无看低红棍，向天行手行礼，下巴会喘，真酸真痛，干目鼻，日子会真正。开始的阳光细致，对煞民间的少年英雄。泡泡杯的海洋中浮浮沉沉，用世女性主义听过人间早死的灵魂，金甲头有亲情，有道义的优质骨，历史册冰来冰去，顺当顺灾。青春啊，有啥人专输真赢？壁真的发条灵气，是温放香，稻香园的香环挂伫新主牌头前，沁香安魂。多谢，多谢老先生，多咱念一首诗啊！啊，咱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就是台湾人诗人哈，伊都按台南赶起来了哈啊，所以咱小介伊也甲咱讲，咱这个计划啊，南部场、北部场、中部场是按哪来进行，咱大家拍鼓啊！啊，各位好朋友吼，今日真欢迎大家来吼。这个事件是去年开始的吼，啊，这个事件这个名字，这老先生伊号的啦，我感觉真好啦。事件啊，有事件，事的行动吼，有真侪意思，我感觉真好。啊，去年做一年，去年有什么淡薄波动，啊，今年拢无，啊，无咱嘛再继续做啦，吼。这个时代，这个政府是袂可能啦，啊，咱在本土活动本来就是拢靠咱家己来做，你做阿个咱也无死啊。啊，即摆无死，以后会死啊！哦，啊，即边啊，我真欢喜讲，咱所邀请的吼，啊，无论是个岳师姐啊，吼，啊，莫仪、文亮，哦，啊，这啊，迄个桂先生吼，啊，这拢是真咱台湾拢是咱文学家吼，啊，伊嘛拢来啊，大家来做遐做回来，迄个欢喜安尼，我都欢喜。其他各场嘛拢同款吼，啊，去年咧办的是算讲真热闹，真热闹。真济毋捌听话的人，啊来，咱台湾话哪会使遮尔文学化？我是讲，
对啦，咱即马吼有这个文字书写的困扰，咱假使讲咱来办一个会让风听，应该安尼会较迄落。所以我讲啊，金华兄来讲，咱袂晓定咧，哦，有钱无钱，咱拢爱做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啊做的是恁俩讲无人来，真是差不死，啊，咱做袂落去啊。哦，啊，即阵的朋友，我真侪拢熟识朋友吼，啊，即捧场啊，啊，我安产品嘿，我。嘿，今仔日唔该出大日啦，四五点钟蹦就蹦到要蹦到要害，我家去台南，迄个府城本来做我讲，中午爱耍，本来我都无得个台办，我都无得个台办，啊人，迄个兄今仔日到台嘛上诶，本来主持人咧，嘛主持人咧，人嘛走过来吼，啊今仔日真多谢大家来遮，吼啊，大家继续来听这个啊诗人诶良心吼，我相信是真好听得到啦，多谢。多谢咱诶迄个这个。计划主持人，主持人啊，拢咱无钱嘛，要主持就对啦。咱这个计哈，去年有请着人，今年就无吼。啊，这个是啊，你拢知影是安怎谈的啦哈。所以咱爱较拍拼吼，啊无咱就无法度，咱的文学的活动，文化活动，拢咱继续进行，咱袂当停落来哈。无管如何，拢咱拢爱做安尼哈。咱讲诗行啦，就是讲诗要继续行就对啦哈。吼、哦，唔是都总要停伫遐无咧震动，咱来继续，不管困境偌歹啦，吼，咱拢爱继续拼安尼吼。啊，咱接续咧，李奎贤，吼、啊，咱来请邀请李奎贤啊来甲咱读诗啊，我先问小解一下哈、啊。李奎贤吼是捌做过咱啊台湾碧会会长，国家文艺啊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哈，啊得过啊吴英豪评论奖。然后是台湾市长、外交部长奖，哦，念不了呢，佫无，哦，得这个奖我念忘不了，行政与文化奖，哦，包括国际各种的市长、经典安尼啦，安尼紧吼，啊，来大家给拍鼓啊，掌声两声。确实，人老才知影讲，目睭花花吼，啊，耳光澹澹，啊，讲话拢漏风，所以确实的吼。我想照我写作的这个顺序，我先念第三首，啊，再过来念第一首甲第二首。第三首是厝后一丛家当，厝后有一丛老家当，透早就有蚵仔声。阮阿公伫清国时代起厝时，就听到一只夹夹叫。厝后一丛老家当，中昼时就有蚵仔声。阮老爸伫日本时代。做事休困时，嘛听到一只夹夹叫。阮细汉就听阿公讲，乌鸦毋是歹鸟，伊会来烧钱，厝就会旺，毋通含鸟声错伊夹夹叫。阮大汉嘛听老爸讲，乌鸦毋是歹鸟，伊会斗鼓舞，过掠草米啊，毋通掠竹篙入甲伊夹夹叫。厝后有一丛老家当。下晡时也阁有蚵仔声，阮伫民国时代出国读册时，也阁有听到一只夹夹叫。阮即马嘛渐渐老啊，转来旧厝却找无老家当，田园荒地无人种作，透早拄下昏嘛听无蚵仔伫夹夹叫。第二首是《红山密林》，红山大丛树啊，霸占规天顶，日头照袂着前头的土地，世界静悄悄，听袂着一时啊风声、雨声。假使安尼，伫丰硕的原始密林内底，假使上千年霸占规天顶的大丛树啊，卖一百年啊，化作一道。连根就办起来，土地上堆积厚厚的腐殖土，伫即挂死亡哀愁的下骹，有新年的生命复出来。一个政权倒落去，自然有另外一个政权爬起来。土地并无予人偷占，迄是双礼的祭坛，嘛是红衣仔的水仙裤桶，仰撞起来新生红杉，也会看到倒落去的前条。为外皮开始渐渐解体，到分泌四散。上尾首，老人孤单，老人孤单
因为伊个世界真大，伊个心真细。相对少年家，世界真细，心真大，人老才会当甲花草讲话，花草会讲好笑，实实在在将草青花水献予大家，干那要求一束束来土地。花草了解老人的心情，老人了解花草的心意。多谢。咱多谢李奎宪，今日甲咱念三首诗。